日咧就係一個行為藝術啦，喺個鬧市度就有一個咁樣嘅 set， 還原翻我哋喺 MV 入邊嘅 set 咧，就做一個自己嘅小空間睇書咁樣。咁好唔好玩啊？我覺得幾有趣嘅，因為我好似喺個好繁華嘅城市入邊，有一個自己嘅平靜嘅空間都幾有趣。咁同埋好多謝大家陪住我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感受係幾有趣嘅，即係原來喺一個咁 fast pace 嘅世界面，自己都可以靜低落嚟。咁我都覺得係第一次咯。我本身都擔心自己會唔會啊，即係好容易 distracted， 但係原來一入咗個世界就可以。呢個是屬於我的空間，所以我不夠膽 跟大家 say hi 啊，點樣啊，你試一下，你試一下就知道了，很得意的，即係你身邊的嘢都你 feel 到佢喐緊，但是呢一個係好像有個罩咁，係自己的空間。呢本書是朋友俾我的，叫做 The Things You Can See Only When You Slow Down， 就是講緊喺一個很繁華的地方 ，How to be calm in a busy world， 就是一個很 busy 的世界面，怎樣去維持自己的平靜啊？咁入邊亦都講了很多嘢啦，係要諗咯，要思考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在一個咁樣的情況底下睇呢本書，又有一種幾特別、幾有味道的感覺。